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啊，小贝说他看到青豆心里就发毛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青豆长这么可怕哎！我看起来挺可怕的啊。你看，这叫挑食啊，小朋友。哎，那你不挑食，你是大人啦、啊。陈飞，你到底爱不爱我一句话？我他妈的不要这几年！你要这样就说，陈飞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小贝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电竞社的主唱。陈梦离了。哇塞！没想到你那小嘴巴蛮厉害的。心中的狂热一直重复着，只想对你说，和我 get together。Get together.